Hello， 我是 Mira。 咁大家见到我今日咧戴住帽，然之后戴眼镜咧，就应该都会知道今日又系我要遮住自己。其实我化咗 base 嘅，但都算系素颜啦。咁其实今日咧系一个新嘅挑战，就系咧唔知道大家平时喺宏大度有冇见过，有时间唔中会有一群人咧系会着全黑嘅衫啦，然之后妆容都系比较夸张，发型都系比较夸张嘅。咁我会称佢哋为宏大嘅暗黑系穿搭啦。而讲到呢样嘢，我估大家都可能会醒起，其实我身边有一个人咧。是会这样穿衫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找到这个人过来了。嗨、就是、我又来了，也是这个全黑，就是宏大的暗黑系，想要芝芝把我打造成这个宏大的暗黑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去买衣服，搞不好今天结束之后我会跟他一模一样。对，也有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衣服，也不一定要这样子啊，这样，因为他其实每天也不一样。好 go。然后铺敏也有来，你看我们已经把做好了。他就说要配合我们，待会我就会全黑，然后我们三个就会全黑，在这个首尔的街头上行走。好，所以今天我就故意头发都没有弄，然后就是穿的比较普通的，待会就要大变身。안돼오늘오늘은안돼이거따로따로혼자사他现在很有兴趣在帮我选。拜拜。我觉得他穿起来也是可爱，没有那种帅的感觉。这两个人呢，自己看起自己的东西了，就是在戴帽子啊，试衣服啊，忘记今天的任务。谢谢。我在看你的东西啊，근데이거너무귀여운데요为什么我戴什么都귀여워，好烦哦。可是这好看，然后我决定我要买这个。이거어떡해요가봐왕칙너무귀여워에很便宜耶15000而已这个所以我要买咯白色黑色白色好我们呢来到这些 vintage 店，就只是通常都只带我去这些 vintage 店。我们其实已经买到一个了，再买剩下来的就可以了。哦，这样好像可以耶。然后王子就是很喜欢我这个的发箍，我今天就是要走这个风格，这个迪士尼风格。我突然从暗黑变暗黑迪士暗黑迪士尼吗？有点太松了，对不对？对对对。미라한테지금맞는지해보고싶어感谢大家把身上都脱起来，이거脱下来。哦。이거좀더어울린것같은데이거보다잠깐빌려주세요오케이화장시작하자화장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不用我的化妆品用 Mira 直接自己的化妆品来看她可不可以就是化成像我的妆因为像我的妆现在其实跟我们上次拍的时候比起来我的眼妆是不是已经简单很多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之前芝芝的妆是怎样的话请看这个影片之前那个影片我有找到它有类似的颜色你知道暗黑就是没有不一定要很亮像我现在就是雾面唇妆也是雾面就是我会尽量不要让它去打亮因为打亮会有种可爱的感觉打亮就只有我之前化妆那个重点眼头跟那个鼻子那些我超喜欢打亮的我就是没打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对反正重点就是我现在用的是橘红色我的眼妆也没有到多黑多暗那种我只有唇妆就是尽量把它压暗一点底都完你眉毛也完了所以我们就只要对啊其实我们就只要眼睛就是一样我帮你画半边然后你自己试半边这个好厚哦还有那个分量感我们要用这个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粉就是要上一个大范围的就是你慢慢的出来会越来越淡因为我画的范围其实蛮大像我上次也是把你画蛮大那个底其实就是上次我这样子跟你学你的妆之后我就有稍微换一下你的那个画对可是因为你那个太浓我就有开始去研究怎么样我喜欢的妆因为我其实喜欢你的妆其实化妆就是这样来我也是去看我喜欢的 YouTuber 然后我再慢慢一直去修研出我自己的对你我要画下面可以看一下你笑一下对就是这样好我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填满好我们再上一个再深一点点的颜色是这一盘是什么 Himi 台湾品牌哦是台湾品牌超好用这盘我要用这一个上面这个色就是这层会上比较里面有我其实现在你看我眼妆就这个色但其实这样子看我的比你深然后台上来一下那我会在这个一样在这个三角的地方画我觉得这有扩就是眼睛会放大的效果就是这样有放大然后我在想我们既然今天要走一个比较暗黑对的那个我在想我要再加一个就是类似深红砖
我想要加在这里面看起来，但是它其实也不会看起来多暗，就看起来暗了一点点。然后像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边界就是很一块一块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回去用这个低层的色让它晕开一点，很硬料。眼尾我也会加一些些，看得到吗？就是上面有沾，就真的沾一点点的粉。好，我觉得这样就很够。好，我觉得很奇怪，明明我的妆很浓，可是为什么画在你身上的时候看起来更浓？因为很多人不是回说觉得你那个画起来太浓了。对，就我也不懂，我不懂欸，我也不懂为什么。好，你先要尝试。你其实第一层就是薄薄的，因为我只是要让它上面看起来有点颜色。对。啊，我等一下你少做一个步骤，你少把你的眼卧蚕也加了底色。啊，对，好。我们一起忘记。而且你弄好上面。啊，对，我就有点毁啊。他是你帮我。好，我救你。我是很不熟哦，对这种比较浓的妆。我直接帮你完成剩下好了。对，好。大家想要知道芝芝怎么打鼻影的话，就去看上次的影片。然后像这样，就是你眼窝可以变深，就把它淹到这里。欸，这个跟刚刚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先把脸刷一刷吧。我觉得你的鼻子又飞出来。有飞出来。我们直接把腮红一起上一上吧。喝醉了，几个镜头看不出来，可是我实际上是这边蛮红的。可是你的鼻子真的很明显，这边有点像王姐。你看一下比起来，大大，这里看起来比较凶。你看这里都是很顺呢，这个什么善良。哎，我们去自由岛的时候，我们穿同一个风格吗？对，要不要再暗黑一下？不要啦，这街头是暗黑，纯白，我觉得要。你说我没有纯白，因为街头就是蓝色的海吗？对啊，蓝色跟白色啊。蓝色总不能跟黑色。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拍照啊，感觉很棒哎。其实来我家的客人其实很少会坐那个沙发，他是第一个。没有，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别人坐一下那个沙发，结果都没有人坐，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坐黑色这个。然后我有时候就故意把那个。放东西没有，就是把空位空出来，结果还是没有人做，很烦。好，然后我们就来完成一下算是来的，然后之后就整个变身跟大家见面的。加！哎，我觉得这样还其实还蛮好。变身完成，等一下出去帮你拍下半身。对，因为我们今天要拍宏大的暗黑系，所以我们刚在宏大回来，然后现在又会再出去，饿死了，我去吃饭。我们真的总共大概花了几个小时？我们两点见面。对，我现在是十点半，对对，晚上十点半，八个小时，挑衣服就挑了六个小时。对，然后我觉得衣服的部分，我觉得待会出去，然后就拍我整个王子在解释为什么我要挑这样。这种衣服，对，可是我觉得我的妆就是再怎么画也没有凶，很凶的感觉。你看我，这王子就会有那种很像很凶凶的。好，我今日咧就因为出面真系太冻嘅关系，所以要着呢一个长嘅 padding， 喷我中意嘅香水出街。我真的很不擅长穿这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靴子。这是你的第一双，你以后会继续好好的穿它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的好了，好了，出门。吃饭，差唔多十二点先食饭，我哋好而家妆都系咁样嘅。看一下王子的妆，哎，你的比我红了。哦，对了，出来之后就是你比我红，可是我刚在家里照那个灯，是我比较红。不过我们现在很像啊，现在两个人这么看真的很像哎。大王子、小王子，我是大王子。大王子、小王子，这是我的小木子。我好困。
我喜欢。好，讲一下今天的 concept， 为什么王子会这样子帮我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走一个宏大的暗黑风嘛，然后像宏大的人，他们其实蛮多都是穿就是很宽松、松松的。我今天就是走一个多层次，这个细节就是它是我很喜欢丝绒的东西。对，然后其实这个是两件，对，两件，这个是上衣，这个是裙子，可以拉起来。可以拉上面就搭一点深色的毛衣，其实本来我们没有买到，就是刚好在我家发现到这个毛衣，对，这个、还就拿来穿。对，然后鞋子就是像我本来就会穿这种靴子，对，很帅，这种靴子的路线，靴子风。下面的部分也是有层次，就是有两层这样子。像 Mira 其实比较适合金色的饰品，但是因为今天要暗黑风，对，要对这个，但金色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好银色，所以把它选的都是银色的饰品这样。然后还有上面的头带就是宏大，大家很喜欢的红，都是带头带。对，这个是金。对，然后我帮他绑的就是一个比较嘻哈少女们喜欢的半，就是绑一半，那个中文叫什么？台湾叫公主头，可是韩文就是绑一半头的意思。反正就是这个绑这样子一半的头发，就看起来比较有个性一点。然后妆呢，我也帮他用了我平常比较浓的这种妆。今天的重点就是这样，有没有很成功？然后布丁说他觉得我这样子打扮比我平常还好。为什么？好很多。第一个原因就是看起来比较年轻，啊，有可能是这个的关系。然后打扮就是你这种宏大，就是比较年纪偏小。是啊，宏大就是年轻人才会来的地方。化妆看起来比较浓一些，整个脸。就有一点那个一下立体感啊，立体感啊，对对，有那种感觉，是因为要打阴影，对，阴影打得很重的关系，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现在的妆，对，所以就是不想要看到平常的我，点头，有可能，哎，不知道，那今天到这边，不好意思。所以有点喝醉。你看上一篇那个，他上一次有出现那一次，就是这样，他就已经喝醉。那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好看耶，很不习惯。不习惯而已，并不是不喜欢啊，对不对？这我喜欢，可是不习惯。绕口令，再试一次。喜欢，可是不习惯。就是像布丁讲的，就是有点年轻。是不是不应该再这么装年轻？反正今天买的这些，你还会再穿吗？会。好。下次希望在别的影片也看到你这样穿。好，好。